不管哪里的原住民阿美族，比如说一个母亲在这边生产，变成你的名字就是海边。如果你台风的话，那其实你的名字就是台风。Livok， L E F F K， Livok， Livok 的意思就是说收留的意思。比如说这个东西已经丢掉了哈，那我把它卷起来，变成我这，就是 Livok。其实做海盐。也可以是这样讲，老人他们以前这个传统东西，我继续来去承担来承受，就是我的，也一次一样。既然煮这个东西，第一要很干净，所以我一直找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很适合就这个地方。交通虽然说走得不好，可是我还可以爬上去嘛。最少要我要跑五六次的那个用扛的那个海水，那一桶的话就可能有40几斤吧，等到70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，现在还不到70嘛，还有3-4年的时间。如果说这个满满有2桶，干的话又再倒，差不多有5桶、6桶的一个海水，它差不多有7-8个小时的时间。阿美族对这个海盐呢治得很重，因为以前没有冰箱嘛，那去抓鱼的时候，鱼的那个鱼肠鱼肚啊，也是用盐巴鸡肉，它对这个盐巴非常很。这个也真的很喜欢。有很多的阿美族的人，现在小孩子他们也不懂，而很多的老人他知道这个东西，他也不管。当然是很累，时间又很长。现在关键上其实有很多人鼓励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也是让下一代的人了解这个东西，反而就在心理上的很大的安慰嘛。算说我一个福气嘛。别人他不想做，没关系，我做嘛。不管再怎么样，我还可以了，把我尽量做，就是我的，变成要收留了，变成提供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我的。